同学，大家好。请掀开《摄善业道经》第十七面。我们从第一行念起啊，指庄严故，悉能剔除一切戒识，观庄严故，悉能能如实知诸法自性。智观在前面跟诸位概略的报告过了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做一个总结啊。这个知止啊非常重要。不但是出世间的正果开悟，连世间的人天福报都以这个为基础。所以人要不知止，事出世间法了，都不会有成就。纵然你过去生中累积很大的福报啊，你在这一生当中，世间人所谓得志啊，荣华富贵你都很得到，都得到了。在极短的时间，你这一生当中啊，就把你多生多劫累积的福报啊，统统耗尽。不但自己死后要堕恶道啊，你的子孙也如世间人所说的家破人亡啊，甚至子孙都断绝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不知止啊，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啊，能知止呢？你看他这里总结啊，止庄严，庄严就是修得很好啊，修得很如法了啊，止一切恶，这是消极，积极的修一切善啊，止恶修善。这才能把一切烦恼断尽，戒识是烦恼的另一个名称啊。所以人要不能够止恶向善，这个人前途是一片黑暗啊。而善恶的标准都以这一部经做准则啊，止恶必定止十恶，修十善本经幕后所引用的概括了全部的佛法，全部佛法了都是以十善为基础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以断恶修善为基础。世间的人天福报啊，
也是以这个为基础啊，然后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重要性啊。执就是讲的放下了。那么在我们凡夫位上，我常讲放下自私自利，这是总的说，要觉悟啊。啊，就我们凡夫现前烦恼里面最严重的一个是财，一个是色。啊，这两样东西不放下，不但是道业没有成就，世间的福报你也没有办法累积，这积功累德你做不到啊！啊，所以你要问，我们从哪里做起呢？啊，底下这一条方便庄严故啊，方是方法了，啊，便是便宜。也就是下手之处啊，啊，一定要从财色最严重的，要从这下手。啊，那出家人有的时候他对财色比较淡薄一点，好名，那也是重大的障碍啊。啊，他要名，啊，要头衔，啊，人家怎么尊重他？这都是重严重的烦恼习气。啊，我们仔细再观察，古时候这些祖师大德们。印光大师、虚云老和尚确实是我们的好模范。印光大师一生没做过主持，啊，没做过当家，啊，他在没有出名之前，只是在普陀山藏经楼啊，在藏经楼里面服务了30年啊，看守藏经楼啊，这个差事不错啊，就像负责图书馆一样，他有时间涉猎经教啊，老法师过学的基础好啊，有这么长的时间啊，等于闭关一样啊，心定下来，深入经藏啊，那个果就是智慧如海啊！啊，离开普陀之后，有很多地方请他做主持，他不干了。啊，他让给别人，推荐别人，自己在寺庙里头还是做一个轻重。但是大家都非常尊重他，听他的教诲啊，一生做轻重啊，啊，一生不管事啊，十方的供养全部拿来做发布施啊，用这些供养做基金，
他办了一个红花社，就是现在的佛经流通处。全心全力就做一桩事情，发布施，一生就做这桩事情。慈善救济的事情偶尔为之。那钱从哪里来呢？印经的款项拨出来。我们在上海护国戏斋法会那个小册子里面看到，这些做法都是教导后学，无论做什么事情要专。专一才有成就啊。我们有今天是得力于老法师的余音呢。我们跟老法师一脉相传。李炳南老居士传他的法，在台中30多年，依教奉行。他在台中建立联社，建立慈光图书馆，也做了不少事业，完全遵照大师的教诲。我是李老师的传人，我给你们讲过，我在他麾下10年，真正得力两句话，一门深入，至诚感动。两句话一生受用不尽呐。让我一生呢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你说这个多幸福啊，多圆满啊。所以我们是受印祖的余荫，我们要把老法师的德教传给后人，希望代代都有传人啊。所以我们懂得止，我们也懂得观，观是看破，止是放下。尤其我们生在这个乱世，一定呢要像祖师那样高度的警觉，常常想到死到临头。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死啊！你想想看，死了以后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能带去？凡是带不去的，充其量有一个妥善的安排，传到下一代，代代往下传。不能有丝毫贪心呐！有一丝毫贪心，你就错了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
我在早年讲经讲过很多遍。40岁以前用功努力学习。既然出家了，出家的工作只有两桩事情。一个是弘法，一个是护法。有这个天分，有这个条件，学讲经。学讲经的人一生做轻重。道场里面任何执事不担任。让你专心的在经教上。教化众生。那么第二种人，我没有讲经的条件，发心护法，担任常住之事，内护啊，协助讲经的同学，弘护是一体。我常用这个钟表做比喻弘法的人是什么？是钟表表面上的指针，护法是后面的机器，少一个它都不会动。你说哪个重要？一定要配合。如果是弘法的人，嫉妒护法的，他做主持，他做当家，他道场权力这么大，大家都得听他的。护法的人嫉妒法师，他讲经讲得不错，大家人对他赞叹，对他礼敬，这道场就毁掉了。无论弘法护法了，心量要大了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外面来的毁誉，那是世间人的看法，世俗的观念。我们是觉悟的人呢，跟他们的看法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护法的人，听到有人赞叹弘法的人，欢喜我护的这个人不错我真有功德了。一点嫉妒心都没有更爱护他，更要护持他了。弘法的人听到这个一信徒们赞叹住持，赞叹执事，欢喜绝对没有嫉妒心。完全是一体。能如舌知，如舌是真的知道了。诸法自性呢，就是诸法实相。全部都落实在断卧修善，食卧不断不行呢。十善不修不能成就。我们自己修行。教化众生从哪里开始？从十善业道开始。一定是不但是印祖常说，虚云老和尚也常说。我过去讲不少经，一开端都引用虚老和尚的话：身心因苦，断卧修善，宗门教下，显教密教的祖师大德，
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。所以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呢，是世出世间修学的根本。我们不在这上下功夫，无论你怎么用功精进，最后都落空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